下面做第二段的分解动作练习，接上一式，转身三拳，上步单分贯耳，左脚向前上步，同时两臂从体前向后向左右两侧画弧向前圈打，看一下动作啊。哎，这叫单分贯耳，正面做一下啊。接刚才的是啊，转身三拳啊，转身三拳啊，上步左脚向前上步啊，上步的同时两臂啊从体的外侧向前啊，两掌啊，两拳啊，左掌啊，与右拳手腕相接触啊。哎，再来看一下啊。哎，上步连续两次啊，左右啊，一二单分贯耳啊，要求身体啊，重心在两腿之间，两腿上步成为半弓步啊，半弓步啊。再来一下啊，转身三拳接啊，转身三拳啊，好，上步一，右腿在上步二啊，要求啊打击时啊用我的右拳啊从右向内啊驱走击打啊，主要是击打哪儿呢？击打对方的太阳穴啊，击打对方的太阳穴啊，击打对方的太阳穴啊，左手为掌立于胸前，是起什么作用呢？起防守作用啊。比如说对方向我打啊，击打时啊，我把对方的手腕拨开啊，如果不拨啊，在演练过程中啊，在演练过程中我可以啊，为了动作的好看啊，我可以啊立掌于胸前，掌心朝外啊，上步左右上步两次啊，上步两次啊，这叫单分贯耳。如果是双分贯耳呢，就是两拳啊，两手成拳啊，两个拳面相对啊，从左右两侧向前方啊驱肘击打啊，驱肘击打啊，咱们是单分贯耳啊，也就是所说的啊，武术中说的是贯拳啊，散打中呢啊所说的是摆拳啊，主要是击打对方的脸的侧面以及啊太阳穴部位啊。再来一次看一下啊，好，转身三拳啊，好，上步啊单分贯耳，哎，右脚蹬地向前上步啊，再做一次单分贯耳两次，好，下面接下一式啊，上步挑打啊，啊，左右也是啊，上步挑打也是左右的啊，好，单分贯耳上步挑打啊，啊，挑的过程中啊，哎，左右挑
挑手的时候啊，左手挑右手打，右手挑左手打啊，这两个动作要同时的，与步法啊跟进同时进行啊，跟步法跟进要同时进行的。好，我再慢慢来一下啊。哎，好，从刚才啊单峰贯耳接上步挑打开始啊。哎哎，单峰贯耳，单峰贯耳，上步挑打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实战中啊啊，我是向对方进攻往里进，翻子拳主要是长什么呢？直来直去啊，直接滚路啊，不管你什么，你不管你怎么进攻，我是见招打招，见势打势，你不管怎么向我打，我就直接往里拱啊，往里拱，连打带进，连打带进，往里进啊，他是讲这个的啊。所以呢他的步伐比较连贯啊，每进一步都有一招一式，甚至是一招两式啊，比如说上步三拳啊，上步踏踏踏踏啊，哎打踏踏啊，单峰贯耳啊，这都是一招好几式啊。我主要上步就有动作啊，而且是连续不断疾风暴雨，翻子拳的特点就是这样啊。好，再连来练习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好，哎，单峰贯耳，哎，上步再单峰贯耳啊，上步挑打左右的啊，先上左步啊，先上左步挑，再上右步再挑啊。好，下面我正面做一下啊，单峰贯耳，单峰贯耳啊，挑打啊，做挑打时啊一定要记住啊，上步成半弓步啊，上步成半弓步啊，然后下面我接下个动作啊，缠腕啊，踹腿啊，上步啊，上步缠腕啊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架打缠腕怎么缠啊，哎哎，当对方向我进攻，我把对方的手啊用我的左手向里咬环，手腕叼住对方的手腕啊，或者是对方啊，比如说啊，我进攻向对方进攻啊，打击对方的时候，对方把我的手腕抓住了啊，他也是打连打带裸，打回来往就抓啊，打回来就抓，把我手腕抓住了，我怎么办啊，哎，我缠住对方，怎么缠？用我的左手扣住对方的手，不让他从我的手臂上拖出去，扣住，然后我的手掌啊，然后我的手掌外展叼住他的手腕，他拽这时候就拽不出去了啊，哎，叼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往体内拉裸，他身体就过来了，是吧，上体就过来了，他上体过来的时候他重心就移动了啊，他为了保持重心移动，他身体平稳，这么说他不稳吧，哎，一缠一裸，是不是啊，他的步伐肯定要跟进了，他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嘛，他身体就过来了，腿也就过来了啊，缠腕踹腿啊，缠腕踹腿啊，或者踹腹啊，或者踹腹，踹腹，这个动作啊，缠腕啊，踹脚啊，这有好几种用法啊，当对方打击我的时候，我可以啊，比如说左手缠腕啊，缠着对方抓着我的手腕了，从这边抓着我的手腕了，扣上了，我扣着他的手掌啊，哎，我可以向里踹击对方啊，向里踹击啊，我也可以向外踹击啊，外踹击铲对方的哪儿，
踩对方的胫骨处，啊，比如对方刚一上步，我蹬击对方的胫骨啊，胫骨或者是膝关节处，啊，它的铲有好几种啊，铲腕啊，哎，外铲，哎，看不着，铲腕，内铲啊，这脚腕，哎，外，内，啊，它的脚腕，这个掌啊，脚掌向外扭转啊。踩击对方，啊，蹬击他对方，对方刚一上步，他的脚过来了，哎，这腿啊，这么一踩，谁腿也受不了，知道不？哎，有可能给对方的膝关节踩伤，使他呢不能移动，啊，使他腿部受伤，啊，主要是蹬击他啊，这上啊，或者他是有虚步的时候，你这么踩，啊，这腿啊，有可能被踩折，力量要大的话。啊，你加上我身体的裸露啊，一缠一裸踹击，啊，他肯定受伤，啊，肯定受伤。好，我再把这动作再练习一下啊，看没着整个动作啊，哎，单峰贯耳啊，一个，两个啊，挑一，二，啊，还有翻打，一，二，三，长腕踹。好，接下一式，从长腕踹脚，接啊，拐肘扳打，啊，长腕落下来啊，拐脚啊，拐肘扳打啊，哎，长腕踹来落下来啊，拐肘扳打。再看一下啊，缠着对方踹落下来，两肘屈肘。什么叫拐肘啊？啊，当对方向我打啊，波波波波啊，防守对方啊，防守对方啊，对方用拳打我，用脚踢我，用手臂格挡着对方，对方的腿过来之后架住啊，这是在积极在实战中用法是这样啊，这是两种用法啊。哎，两种用法啊，还可以怎么的呢？用我的肘击打对方啊，击打对方啊，击打对方啊，击打对方，用我的肘下闸啊，下闸啊啊，在转动的时候，两肘在进行拐的时候，身体随着肘的啊摆动要左右摇晃啊，连续三次啊，一、二。三，啊，做这个啊，看一下啊，长腕踹脚，落步拐走啊，三，啊，这是翻子拳捋手翻里头一个主要的积极的动作啊，我正面做一下啊，哎啊。左拨啊，右拨，左割，右割啊，这对方拳打过来，拨走了，拨这边去了，啊，而且呢，防守特别好，手臂一屈啊，肘尖下垂，防守在我的胸部，对方打击我不好打啊，这边来拳，我这边割开啊，哎，这边割开啊，哎，是这么个用法。啊，啊啊，好，好，侧面接着做啊，看着，长腕踹，左右拐肘一次，啊，两个动作为一次啊，左右的两次，三次，哎，接下个动作啊，垫步往上稍微上一步啊，啊，磨打啊。拐肘磨打啊，一、二，啊，这个第二段呢，都是基本的，都是拳法和手法，啊，基本都是拳法手法，啊，看一下啊，好，缠、踹、拐肘，一个、两个啊，身体重心稍微下移，三个，啊，哎，接着下啊，磨打。
二，可以在演练套路的时候，可以往上稍微垫步往上走啊，往上走啊，后腿蹬地，前腿上移啊，稍微跟步啊。如果在实战中啊，哎，你这原地做出动作，对方走了，你不见得能打着啊。除了你在演练套路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原地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啊，哎，一个摸打，两个摸打啊。但是你在实战中啊，我往上走啊，啊，往上走啊，一、二啊，这才能打进对方啊。要想进攻对方，主要靠什么？靠步法的移动啊。你不上步能打到对方吗？啊，你只有上步才能跟对方的距离拉近啊，你才能有效地打击对手啊，使对手啊受伤倒地啊。再看一下啊，哎啊，好啊，拐肘啊，一个两个三个啊左右啊，哎，好，上步摸打，一二，步伐稍微往前垫一步就走啊，垫一步就走啊。咱们东北的翻子拳呢，它主要是讲究击击啊，讲究击击啊，所以咱们是讲实用的啊。好，再来一遍，看啊，歪肘啊，一二三，哎，摩打，一二啊，往下压的时候打出去啊。咱们讲嘛，出拳打鼻梁，缩手打印堂啊。你看打出去一拳打鼻梁啊，再一拳啊，连续两拳连马带打啊，打出这样两拳。好，接下来是上步三拳，左腿向右腿的前方跨上一步啊，然后左拳右拳左拳，看一下。好，从拐肘摸打开始啊。好，哎，上步三拳，一二三啊，来看啊，拐肘摸打，最后一个动作打出去啊，上步三拳啊，这个上步的时候，这三拳要快速的击打出去啊，一二三啊，打出去要快啊。下面我再慢动作再做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哎，摸打，好，上步三拳，一二三，好啊。要求啊，拳在击打的时候啊，手臂要直啊，手臂要直啊，拳要成立拳啊。好啊，右拳曲肘收于腰眼处啊，收于腰眼处啊啊啊，击打的时候啊，好，正面再做一下啊。好啊，拐肘摸打，打出去啊，上步三拳，一二三啊，打的时候腿啊要有蹬力啊，打出去啊，三拳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拐肘摸打，两个，接下来是上步三拳，一二三。好，上步双劈啊，上步双劈啊，劈啊，用什么呢？上步的同时啊啊，看没有，用两臂啊，左闸右闸再左闸，同时打出去啊。当对方向我进攻啊，啪，同时他架着我的右臂啊，比如说架着我的左臂，我右臂还能打着他啊，哎哎，他啊，左右的侧向的斜行的劈扎下去，扎的时候手啊
成掌指啊，啊掌拳呢、啊，成掌拳啊，往下砸，啊往下扎，啊好，再看一遍，接，啊上步三拳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啊上步啊，啊走，一、二、三，啊正面做，啊一、二、三，拳了啊。上步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好，再看一遍，上步三拳，最后一拳，啊，上步啊，两臂啊，两臂从体前向后咬环，嗯，经过胸前。啊，两臂经过胸前向后咬，哎，然后两臂啊从体前啊起臂啊向上伸展，哎，向左侧劈砸，啊，然后上步啊扎下去，啊，啊，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正面的啊，正面的，好。上步三拳开始啊，最后一拳，啊，啊，两臂从体前，哎，回来，砸，砸，砸，啊，这个砸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，翻子拳的手法是啊，我连砸带裸，我抓的砸的你的脸部或者你身上的时候，我抓的啥我抓啥啊。我扎在你的身上，啪扎了之后呢，回来回手时还有回手裸，回手抓，落着对方的衣袖或者落着地方的衣襟啊，衣领啊，往下裸啊。他在实战中啊，技击中啊，他讲用的是这样的手法啊，要不咋说说裸手翻，裸手翻嘛啊，他扎中带裸呀 啊， 啊，扎中带裸啊，他不光就是我劈上你拉倒了。我主要沾上你的身体，我回来的时候手不空，啊，手打出去手也不空，打出去回来的时候还得抓你点什么东西，啊，要不咋说裸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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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嘛，啊，这叫裸手翻，它的特点就在这儿，啊，好，再看一遍啊，好，拳打出去，啊，转身身体重心向后移，两臂从体前啊向后咬环。哎，砸，然后上步，啊，往右方向砸，哎，哎，再上步，啊，往左方向砸，啊，好，正面来一下啊，好，哎，接三拳，最后一拳啊，哎，好，走。这就是啊，当把对方抓住的时候，或者抓着对方手臂，或者抓着对方的两肩啊，往里捞，往外捞，啊，往下捞，就像摔跤一样啊，撑摔倒他，啊，这个手啊，身体啊，啊，随着两手用力的往下裸捞，啊，能裸就裸，裸不上就砸，我这拳砸不着你，我这拳还能砸上你，啊，所以这招啊，在。翻子拳里啊，在特别在实战中啊，容易防不胜防啊。但是他有什么呢？有什么缺点？他打的时候双手啊打击对方，他也有缺点，身体啊容易暴露给对方。但是力大的时候，对方是遮挡的时候啊，他架着那个手，他那个手不见起好架啊，所以他防是也是不好好防的啊。所以在打的时候啊，身体啊左右啊左右。啊，在体前呢要护好前胸啊，省得在进攻的时候被对方击中啊。好，再看一遍啊，看一看啊，好，最后一拳啊，最后一拳，好，左啊，哎，错了啊，这边啊，打出去啊，好，裸大，
好，接下一式，垫步双勾打，啊，垫步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啊，垫步，左脚向前钉出，啊，同时两臂，啊，哎，抬起，从体前，啊，向分手，向体两侧分手。然后向上勾打出去，啊，你看，啊，好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啊，啊啊，哎，上垫步啊，主要是钉踢对方的胫骨处，同时用我的两拳啊，两掌啊。下劈闸嘛，左右劈闸啊，啊，劈下来啊，上步颠踢啊，垫步踢击对方胫骨，同时用我的两手啊，在体前交叉勾击对方的圆两肋啊，看啊，哎，勾击对方的两肋，打击对方的两肋啊，哎，右脚上步时啊。左脚迅速踢出啊，迅速踢出啊，也可以做成什么呢啊，左右劈闸啊，下来劈下来也可以啊，也可以上步也行啊，上步啊勾打也行啊，但是呢要求啊，我要求啊最好做出什么呢，做出颠踢，把这腿法也要啊运用上去，这样呢对对方的杀伤力才要大，你看挪下来啊，颠踢啊，勾打啊，勾打对方的圆肋啊，接下一式啊，上步外上打啊，哎啊，一二啊，再来勾踢啊，勾打钉腿，这叫啊，上步啊，左拳啊，屈肘向下压，哎啊，然后上步，右臂下压，左拳打出，右拳再打出，这叫外上打啊，当对方向我进攻啊，哎，我勾打对方腹部啊，脚踢对方胫骨处，对方有可能往后撤，撤的同时有可能啊，或者是假设嘛，对方向我用拳或者用腿踹击我时，我用我的手左臂下压对方来的腿啊，压下去啊，两臂同时下压啊，左腿左手臂下压，右手臂再下压，然后打出一拳两拳啊，这叫外上打啊，外上打有两个啊，然后啊左腿向前上步，做左侧方向的外上打啊，这回是右臂向下啊，一二，右拳先打出，左拳再打出啊，左拳再打出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外上打啊，哎，好，下面接这个啊，勾踢啊，啊，双勾，钉腿，啊，上步，一，二，左拳三，右拳四，上步啊，左腿上步，一。二，右拳三，四，好，从外上打，接下个动作，翻身劈闸，以左脚为轴，右脚向后倒叉步，身体向右侧方向旋转，手臂啊轮劈下闸啊，外上打。打啊，
转身翻身劈打，再做一遍看一看啊。好，外上打，好，转身劈砸啊，转身劈打啊，也可以做成什么呢？是转身劈砸，也可以做成劈脚，也可以用上啊，也可以用上钉踢啊。来看一下啊，外上打啊，最后一个是啊，哎，看着啊，左拳放在腰眼处，右拳要伸直啊，转身啊，钉劈，也可以变成点转身钉啊，钉劈啊，啊，踢击对方胫骨啊，再一个记住啊，哎，在做转身劈砸的时候，身体向后旋转，以左脚为轴啊，手臂看着，哎，在向后向左后方旋转时，手臂啊，右手臂向外拨打啊，拨打啊，拨打。好，再来一遍看一下啊，啊，外上打，晃啊，转身劈砸，劈的时候啊，要用力，必要前身砸下去啊，同时脚啊钉出去，脚尖翘起啊，用我的前脚掌钉踢对方的胫骨啊，这个劈和钉这动作要同时完成，同时完成啊，同时完成。哎，在竞技中，在实战中啊，我要是做这个动作就不行了啊，我要把这个实战中的技击法要用出来啊，不能做动作还得架手，架手干什么，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啊。转身，这一转身劈出去就完了，这也可以啊，我这个手可以，你要是抓着我，我搂着我，我可以打击你啊。在演练套路的时候啊，做劈砸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动作有个响动作，啪，这也好听也好看啊，咱们是讲这个的啊，咱用法的时候转身就扎起来。好，接下个动作叫上步挑打啊，左脚做钉踢啊，前脚掌落下啊，右脚上步啊，左手掌从体前向上挑起啊，挑击对方的裆部啊，上步挑掌啊，挑掌往哪挑呢？往对方的裆部上挑啊，近身之后他啪就进去了啊。再来看一下啊，转身劈砸开始啊，劈下来上步啊，步不要过大啊，成半弓步啊，半弓步上步挑裆啊，也就是挑打啊，要打啊。好，也可以做出挑打的时候，两个掌成掌，后手也可以是掌啊，两个掌心朝外。好，再看一下，哎，转身劈砸开始，哎，上步挑打，哎，要求落地时啊，腿落地时跟手向上挑，两手向上啊，由体前交叉向上挑的同时，这个动作啊，两个动作要同时完成啊，啊，挑上去啊，挑击对方的裆部啊，再来一遍啊，看不着啊，从劈砸转身劈砸，哎，上步挑掌，嘿，啊，挑的时候力点在手掌的虎口处。挑击他，在挑动中啊，手掌在挑动中啊，有个挑腕的动作啊，挑起来啊。好，最后来一遍看一下啊。好，转身劈砸开始，上步挑掌，嘿，旋步双摁
这是两个动作啊，身体两脚蹬地啊，身体向左旋转啊，两手翻掌向下摁击，看一下啊，啊，旋步双摁啊，再来一遍，看一下啊，挑啊，两脚同时蹬地啊，两掌啊，掌心向下翻摁啊，哎，挑下来啊，蹬地走回来啊，好，再来一遍，调整，转身旋步双摁啊，这个旋步啊，两个步啊，要成半马步，两掌掌心向下摁击的时候，应该气沉丹田，看啊，要做出这个啊，要气沉丹田啊。这在技击讲什么呢？身体贴靠的时候，一贴靠的时候，我按哪儿？按着对方的腿啊，让他起不来，是不是？对方要踢我，要往我进，往我身上进，我摁住他啊，摁住大腿，摁住他的腿，让他起不来啊，也挪动不了步啊，身体摁住啊。转身这边也是一样啊，两手啊，好，再来一遍，看一下，好，调掌啊，旋步摁掌，嘿，哼，啊，好，正面来一下，好，调掌时啊，上步调掌时是弓步啊，旋步摁掌是马步啊，这是弓步，半弓步啊，哎，一，嘿，啊，目视前方啊，哎，目视前方啊，往前方瞅，你打的套路来回两趟啊，回去是往前面瞅啊，目视前方啊，好。再来一遍，调掌，哎，摁掌，摁掌，好，接下来是翻打裸手啊，手臂啊，左手臂像体前马样，右手啊变拳向前翻打啊，然后步法向后倒步裸手啊，哎，双创啊，翻打裸手啊，也可以做成什么呢啊，左右啊，旋步摁掌啊，也可以做成颠打啊，颠踢翻打啊，倒步裸手啊，看一下啊，好，双创啊，那个旋步双摁掌，哎，马步的啊，然后翻打，哎，翻打，哎，裸手往下裸，哎，好，来看一下啊，双啊，做颠踢的，垫步钉踢加翻打啊啊啊，在套路中也可以把这个加上去啊，演练时候啊，往下裸，身体重心往后移啊，两臂啊从体前咬环用力裸下，头目视前方啊，头目视前方，好，再来一遍，看一下，哎，摁一下，旋步双摁，好，垫步啊，翻打啊，翻打啊，哎，
裸。好，再看最后一次啊，慢坐啊，摁啊，垫步，左脚向右脚前并拢，同时啊，右脚向前钉踢啊，裸。好，接下一式，上步双托。啊，再来，裸手，啊，也叫并步双托，左脚向右脚前并拢，啊，同时，我的两手掌，啊，向上托起，啊，右腿屈膝，啊，抬起，左脚支撑，啊，身体重心落在我的左腿上，看一下，啊，裸，啊，上步并脚，啊，然后右脚起来，两手，啊，呈八字手向上托起，啊，左右腿啊屈膝上台，啊，上台，啊，托起，啊。好，再来一遍，看一下了啊。好，裸手托啊，托，哎，这是个防守动作啊。当对方向我啊左右轮劈时啊，我把手啊向上拖着对方的肘部上上拖啊，起膝啊，哎，这个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膝是我顶撞对方的裆部和胸部，啊，在实战中用法是这样用的，啊，实战中用法是这样用的。好，再来看一下，哎，裸手裸下来，啊，哎，并步啊，双托，哎，托起来，啊，双托，好，哎。好，在拖的时候这脚不要落地啊，拖起来脚不要落地啊，不要落地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啊，裸手并步双拖。好，接下一式啊，哎，接下一式上步啊，跨栏步啊，左脚啊右脚落下啊，两臂由上向下啊，做跨栏，哎，落地脚跟先落地，然后右脚起来啊，啊，往右侧方向裸落啊，再来一遍看一下了，哎，从啊双托开始，托落地啊，两手啊往下裸落，右腿钉踢而起啊，哎，好，再来开始啊，哎，好，双托，哎，落步，两臂从体前向我的左侧裸落啊，因为咱们那个翻的那个搓脚里头啊，五趟子拳起势它有这个转指步啊，啊，跨栏步啊，跨栏步，左右跨栏啊，这什么道理呢？当对方用拳向我击打，我把对方的两手臂抓住向体侧裸落的时候，我的腿啊，哎，钉踢对方的胫骨处啊。还有一种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当对方被我把手裸露住啊，我用我的膝顶撞对方的裆部，或者是胸部，也可以是肋部，在技击中他讲这个啊。再来一遍看一下吧，
啊，好啊，左啊，哎，哎，一，接着做下个动作啊，哎，左脚落地，啊，右脚起来，啊，两臂从体前，啊，向右，向左，再裸，啊，左右两边啊，啊，先左后右。接下来是马步，啊，撩阴，啊，哎，落步之后，右脚向下落下，啊，左脚向左侧方跨上一步，啊，同时啊，用我的左手掌向上，啊，向上掖挑对啊，掖挑裆部，啊，啊，也就是说啊，马步撩裆，马步撩阴，啊，马步撩阴，啊，这有点跟那个腰斩诗人是一样的，腰斩诗人是弓步，咱是马步，打裆，也可以打肋，打远肋啊，再来一遍啊，看着，一，二。马步啊，马步撩掌，撩哪呢？撩对方裆部啊，再来一遍啊，啊，一二撩裆啊，马步，这马步要做是高马步了。好，下面接下一式，左右劈掌啊，哎，左手臂啊向左侧啊下劈，劈到哪儿呢？哎，背向啊，哎，劈到大腿外侧啊，同时啊，随即啊，右手掌啊在体前旋转下劈啊，啊，用我的手背下劈到我的左腿的大腿外侧，看一下啊，哎，哎，转身。啊，左右两次劈掌，啊，好，正面做啊，看着，好，啊，跳掌啊，好，转身，哎，左右两式啊，左边两掌，右边两掌劈掌啊，看啊，接这个啊，哎，好。好，再来开始啊，哎，调掌啊，调掌啊，也可以做成啊弓步的啊，调掌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调掌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接一下一式，虚步亮拳啊，左腿向右前方跨上半步，脚尖点地成左虚步。再看一下啊，再看一下，好，哎，劈掌，哎，好，左脚上步，迈在右脚前方，哎，好，头部向左侧方向看，好，接下一式，并步，啊，摁掌，右腿向左腿前并拢，两臂，啊，从体侧向头上方摁压，气沉丹田，收势。捋手翻子拳第二段演练完毕。